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环环，环保的环。现在我是敢于创新、有担当的再生骨料。看，这是以前的我，在城市高楼建筑中充当着重要角色。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我被拆除了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被一个叫做移动破的大家伙给拯救了。我们要在这里获得重生。我们经历了分拣、破碎、筛分等工序，最后我们变成了再生骨料。现在崭新的我们正在等待迎接新的使命。在这里，我们为高速公路、道路基层、园林等工作尽自己的力量。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建筑垃圾循环利用，节约资源，保护环境，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，用实际行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。红星移动式破碎站，以环保再生创社会价值。